写了这首歌，是给金轩听的。牛逼啊！不复杂也不难唱的那一种歌，这不是那种取笑金轩很丑的歌，也不是那种讲他很像垃圾的歌，这不是那种叫他去路边买杂菜饭的歌，但是我们还是帮他制作了传单，这就是一首写给他听的一首垃圾，一直想写一首垃圾，我给了他一首垃圾，不要忘了会播放，他也许会出名，不过我只想写一首垃圾，一直想写一首垃圾，我给了他一首垃圾，就像那捡垃圾的人住在垃圾桥里，想去印度，活在他心里只有印度梦，很捡垃圾。我写了这首歌，是给金轩听的，不复杂也不难唱的那一种歌，这不是那种讲他老婆很多的歌，也不是那种破坏精神名誉的歌，这不是那种叫他去学战球那样去捡垃圾，因为他每天都一直在制造垃圾，这就是一首写给他听的一首垃圾，而如果他是个垃圾，他会是个最特别的垃圾，如果那垃圾是金轩做的，他就会变一个大废物，哥哥向他请教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垃圾，而如果他唱一首歌肯定会走音，所有的人都会丢他臭鸡蛋，听他唱的歌会污染耳朵，这会让我想起他是一个垃圾，我给了他一首垃圾，那广播会播放，他也许会出名，不过我只想写出一首垃圾，垃圾的人住在垃圾桥里，我在他心里只有印度货，很帅样子了。